杨总，啊，都是谁做帮啊？你做我帮，什么帮？我袂记得啊，或者就是足恐怖的啦。你要创啥啊？噶只全全做恶帮的时阵，你就像你个样唔代。迄个时阵，你讲囡仔一开始伫妈妈腹肚内底，就是惯是听着妈妈的心跳，才好得困。迄是人一生中感觉上安全的时阵。唔管人搁较大汉，就算感觉搁较痛苦，搁较惊。妈因为听到心跳的声，感觉安全，感觉会好人爱。敢有较好？敢那有？是讲这个嘲讽啊，真正是歹事做尽了。对伊心理造成这么大的伤害，即马伊逃脱出去，无伊的爸爸做伊的靠山，一定真紧就知影苦啊！你是讲啥话啊？你想做？无啦，啊！既然即马曹凤已离开啊，我就希望哦，莫阁听到伊的名，我希望伊是真正离开我的生活。好，卖讲伊，伊忘记了害人精，你搁等来。好啦，今麦真晏，你去困。无代志。无代志啊。好，我今仔日袂转去房间困，我伫咧客厅。你若是有代志，随时喊一声，我就来。刚不是坐嘞，就是听嘞，有够烦嘞。